就让我伪装我嘴角不屑，让孤独成一个孤独的狼狈。等一下，杨子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啊啊！哎，等一下，你回来！我靠！哎，你这个是赛道的好不好？你摸一下里面。哎，你我潜水衣耶，我是防寒衣耶。我的很重，我跟你讲，我的是防寒衣耶。啊，这样就够了啦，好帅，不然还有氧气瓶啊。好，这样子可以吗？你知道这里是老街，就感觉很老。看得出来是老街，但是为什么？为什么看得出来是老街？为什么？它的建筑物，对，建筑物有点那个日本时代。日本时代，那个日，这是闽式建筑，这么老的都是日本。哎，我们今天怎么样？很有对啊，我们为什么来这里？哎，来宾在这边等我们。来宾在这边等我们。什么来宾？他住这里哦。很酷，很酷，很酷。该不会是我们那个？期盼已久，盼了他半年的时间。是你穿梭进的那个马吉哦，马吉，马吉，买马吉，有效力。他在哪里？在那百货商脚都麻了。这个吧。我还有什么表妹那个？介绍一个哈。他呢也没有什么特殊功能，他的特殊功能就是身经解渴。哎，你怎样？大家好。半年呢？哎，不是我在说，到底多忙啊？半年呢，你们的时间也不好瞧，好不好？我们是你的时间不好瞧。我要瞧来跟你们这一组同一组一起录影这件事情也是不容易。一直说挺兄弟啊，哇，等一个兄弟来要等半年。是东哥来了嘛？所以说去日本的时候，姐妹都已经讲过了。我们从第一季开始，日本之后还是在讲他。结果那时候都还是冬天呢。对，现在都那么热了。今天有没有后悔？今天还没开始，要后悔也是等一下才会后悔，是不是？不可能一来就来玩游戏嘛！这个太怎么太丢他！等一下为什么水？机智啊！为什么要丢呢？才一开始而已，你要怎样？哎，我们要欢迎鬼哥来啊！是，有最快的方式就玩游戏，玩游戏，玩游戏 ，OK 的。来玩一个三峡老街。来玩，你刚刚三峡老街。来玩一个，来玩一个三峡老街。玩一个三峡老街的游戏。好，待会我们就拆两组。豆哥跟鬼哥当队长，哎呦，他一定是会有一些照片，然后呢，给你一些蛛丝马迹，然后呢，去找一些店家，很多还没看到都已经讲，看是不是？哎，真的，长得比我们熟哎，但是呢，知道不代表会玩呐，会啦，一定会啦，你自己讲就一定会玩。来者是客，你先挑，我先挑，挑队友。哦，这两个难挑哎，这人三嘎拉挑哎，这个很难挑，真的很难挑，很难挑。五羊跟我，你跟他，这样子会比较有趣。为什么？的确比较有趣一点。你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丢给我？因为呢，他就是活泼的。然后呢，配上他就是这样子 ，balance 比较 balance。你可不可以带他？他比较活泼，你可不可以配他？带他走。我们来喽！这是什么？三十分钟，三十分钟完成，完成的就赢。好，就这样。比速度。好，简单嘞。好，然后找到这个店家，然后撕开，就要完成里面的一些任务。OK， 好来哦，一起来，一起来。预备，开始，拜拜。好，我们先去那个人参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不错了。我已经看到了。对，那个太明显了，看到了陷阱。OK， 太明显了，真的太明显了。哎，这什么？哦，他们有毛的。哎，我们这边有东西哎。有啦。这个吗？人参是吗？好，撕开。撕开，摘。
台楼下唱出自己的主题曲，就是我的主题曲。请你唱主题曲，吴阳伴我。好，好，好，可以。就让我伪装我嘴角不屑，让孤独成一个孤独的狼狈。允许我抱怨我最后一点点特权，赦免我想念你的心碎。OK， 过了，快用了。好，完成了吧？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好。下一个，这个好像都是墙壁哦，辉哥。对，反贼啊，有一个墙壁的鸟。来哟，金牛奖。一二三，来，你帮我念一下，帮我念一下，帮我念一下，念一下。戴上道具帽，吃完牛角面包。戴上道具帽。什么道具帽？道具帽在哪里？道具帽。道具帽。道具帽。你们是哪里发明的啦？第二一个，等一下，我怎么觉得我自己像那个驴子啊？驴子，哎，不是啊，你这怎么吃？他根本扣，这个，你这是怎么扣？你的脸啊！等一下，鸭子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啊啊！哎，这怎么吃啊？哎，我咬不到啊！啊，豆哥我知道，你吃我的，我吃你的。啊，你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你不要动啊！你也不要动。哎，你不要，我没有动啊。等一下，你吃我的，你头抬高一点，再高一点。好好好啊！哦，有哦，找到那个角就可以了。换。好，咬完，这咬一口吗？还没有吃完，能不能吃完？不能用手，哎，那怎么吃？这一咬就断了。要水的那种感觉。哎，等一下。你回来！啊吼啊吼！他打好大力！我这怎么吃了？哎，我现在终于知道那个，给你一个东西一直咬不到，你会很生气，你知道吗？会啊！我咬不到。对，我咬不到。你再咬我的，好吧？好。因为我这样我也咬不到。OK。啊啊啊！几个？多少？两个都二十下。你自己数哦。来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18、19、20。OK。哦。好。可以丢钱，可以丢钱。两件冰面凤凰。冰面凤凰，冰面凤凰，黄面面是不是在里面嘛？我觉得不是，它是拍天空的，它是拍天空的。天空的，我觉得应该不在这里。凤凰吗？哎，这不是凤凰。这是凤凰吗？你再啃一次哦。不是。你再啃一次哦。他们两只是一起的。我们在上面的哦。两只是一起的。哎，好像真的不是。对啊。这好像真的不是，好吧？奇怪，这个鸟真的是太明显了，我怎么没看到？应该在前面啊，因为我们刚刚都没有看前面啊，直接往这边走啊。真好吃。配好啊！哎呦，再来。我们现在吃完了，所以我们下一个要看哪一个比较近的。下一个。你看得出来吗？
哎，你在这里几年了？你告诉我一下，你在这几年了？请问这边几号？98，我这里63。隔壁是几号？隔壁61。61、63、98，走。谢谢。OK。谢谢啊。还有这个啊。98。还有一个庙。一个庙。是庙吗？哎，这应该就是那个祖师庙吧？是不是？97。我理可以。98。哎，哎，总有。啊，对面。哦，好好好，双号是对面。我都忘记双号在对面了。94啊。我说在哪？98。吃。寻找游客吃鸡蛋糕什么意思？哦，你有给我们鸡蛋糕，我们要请游客吃鸡蛋糕。那他今天怎么还没开啊？他在别的地方开。他在别的地方开。你生意做这么大干什么？香哦，谢谢真的，谢谢，你还吃得下，你好厉害哦。可以，你今天特别饿。OK， 我们来找，就他们，好不好？嗨，你好啊，好可爱哦。我请你吃鸡蛋糕，好不好？你要不要鸡蛋糕？鸡蛋糕很好吃哦，好吗？要不要一个？给你一个鸡蛋糕。哦，问妈妈吃，你要吃吗？要吃吗？哦，那就不勉强你了。那你要不要？我不用了，谢谢你。吃一个嘛。不用了，谢谢。你吃一个，拜托啦。有人在拍，拍我们拍，一定要吃。谁？拍我们照片就一定要吃鸡蛋糕。你不要跑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不要跑。等一下啊，我们问一下。你刚刚是不是在拍他？对，两个都有，两个都有。哦，两个都有，拍就是要吃鸡蛋糕。哦，真的。我们新规定，请你吃一个鸡蛋糕。好，很好吃。吃一口就好了。没有，一整个。哦。一定要吃完。然后要讲口感，它里面是什么？里面包什么？这里面包地瓜吗？哦，鸡蛋糕里面包地瓜，里面包花生。对，我都不知道里面有包。很绵密，真的很好。我从来没有吃过有流汗是。你一个人哦？没有，我跟我老公。你老公啊，请你把你老公叫来。摆在这边呢。请你把你老公叫来。你老公呢？一个穿红色衣服戴帽子的。红色衣服戴帽子，我帮你找他。红色衣服戴帽子的老公。阿贝，你在夹鸡蛋糕哦。哦。谢谢。嗨，你好。她老公在哪里？戴红帽子。哎，我们怎么在三峡老街找人家老公啊？她老公呢？老公，她老公在哪？老公，不是，不是啊，不是啦，不是啊，不是啦，不是蓝帽子，不是，你叫来喝茶对不对？我觉得哈，喝茶你配一个鸡蛋糕，我们在闯关呢，所以我们一定哈要让就是来三峡老街的人吃到这个很厉害的鸡蛋糕，绝对干净的。这个你等一下配这个茶，等一下配茶，好，感谢你，感谢。了解，我看一下是什么的，什么口味？哦，红豆哦，芋头还有红豆，红豆泥，红豆。谢谢你哦，谢谢你哦，不好意思打扰你了一下啊。嗨，小妹妹。哎，你看，我说真的，我刚脸上真的是因为我有金牛角的面包屑，真的是。你好，他跟我打招呼。我请你吃一个鸡蛋糕，好不好？要不要？很好吃哦。请你吃一个，你可以拿，没有问题。还是你要问你妈妈？你可以问问你妈妈要不要吃。可以吃。要吃吗？可以吃吗？很好吃哦，超好吃。我刚吃一个花生。对，爸爸吃一个，来，没问题的 ，OK。可以，自己拿。给你带走，自己拿。没关系。他说什么？要说什么？不客气，谢谢你帮我们完成了闯关，那你帮我们撕一张好不好？我让你撕，好像就是这一家是不是？是这个吗？还是没有是那个吧？是吗？这个？不是吧？不是，是那个吗？祖师庙在前面吗？那你帮我撕祖师庙这一张。对。哇，谢谢你。谢谢你啊，祝你们玩得开心。谢谢。拜拜。你有拍牌子吗？在庙前，在庙前找游客。拍预告，拍什么预告？请问今晚住哪家？对，什么中一到周四晚？好，快加入，快加入！请问今晚住谁家 ？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！坐在沙发上，把台湾彻底玩一遍，这样的梦想，我可以陪你一起。赶快按下订阅频道，加上小铃铛。请问今晚住谁家？赶快来订阅哦！